艺人朱千雪近年淡出幕前，全心投入律师工作。虽然幕前机会减少，但亦都深受网民喜爱，因此吸金力仲系好强。不时都会见到千雪喺 IG 发布一啲广告照。而本月28号就系佢嘅34岁生日，佢喺 IG 发布咗一众好姊妹帮佢庆祝生日嘅美照，出席包括有汤乐文、岑汉妍、郑嘉文同埋张嘉怡。今次生日聚会对于千雪嚟讲都系相当特别，除咗庆祝佢嘅生日之外，千雪透露5个人已经认识接近10年，要为呢一段友谊庆祝。